不是啊，她都嫁人了，你还抢亲有意义吗？咋能没意义呢？你看，人家蝴蝶都给我写信了，这封信里充满了对我的不舍、爱恋。冲这封信我也得来。让我看看。啊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爱情不能勉强。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祝你幸福。这不要跟你拉倒吗？我娘留给我祖传的镯子，我都给她戴上了，她能不乐意吗？胡生哥，你把镯子都给花蝴蝶了，那你什么时候也送我一个礼物啊？我这不送过你东西吗？你就小时候送我一个破铜镜，这玩意儿谁稀罕你？不要胡子。好了啊，大家还有没有问题？有。怕不怕？怕。大声的回答。怕。好，出发。花百万，你给我出来！这大喜的日子，谁搁这吵吵把火的呢？你们仨这是要干啥呀？随礼的。随礼的，随把刀什么意思呀？一刀两断。他那意思，斩断新人生活中的苦难。好寓意。那你们仨就随一份礼啊？你的呢？什么意思呀？可圆圆满满。好寓意，好寓意。那你的呢？我没有。把你那小镜子给他。我不给。哎，丰衣足食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好，既然你们是来随礼的，那就里边请吧，走。赶紧撤吧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把蝴蝶给我抢回来。这样，你去找一点抢亲的家伙，快去。月亮。胡生哥，你有没有想过不抢亲了？也许你身边还有别人喜欢你呢。不可能。胡生哥，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。别闹。我比蝴蝶差啥呀？抓紧时间吧，好不好？你干啥去了？抢亲不知道啊，你找啥呀？铲子、擀面杖、漏勺，你要做饭还抢亲呢？大帅到！兄弟们，开抢！里边请，大帅。什么人？那个，这是来贺喜的。贺喜嘞，手里边怎么拿着家伙呢？我们想拿这些东西给您表演个节目，助助兴。毛战知道本帅爱看小节目，哈哈，来吧，扬吧，扬吧，扬吧。扬呢？不会。那大帅，我们不太好意思演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只说胸口碎大石，但是没有大石。有上大石。没有锤子。有上大锤。加油哥，你敢砸他？
胡山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你这胸口碎大石，这大石也木有碎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大石没碎。胸口碎了，大石碎胸口，表演完毕。小哥武功不错呀，赏，谢大帅。胡哥，吉时已到。哎呀，老丈人，请吧，迎娶新娘。我把我心爱的女儿许配给大帅，还望大帅呀、啊，以后对我的女儿，还有我，还有我们全家呀，都照顾照顾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老丈人，以后你们全家我都养着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无论富有。或贫穷，哎，大帅怎么会贫穷呢？无论富有，或更富有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哎，大帅都那么富有了，还能有疾病吗？无论健康或亚健康。快行了，行了，走吧。飞帅府，哥，如果再不抢，就来不及了。哼，不用怕，我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计划。站住，快克制他们，站住！吸引他们所有的注意力，然后枸杞，你去劫持大帅。当他们正在担心大帅安危的时候，灵芝，你用你的小饭铲撂倒他们所有人。然后我帅气从容的走到蝴蝶面前，掀起他的盖子。虎生哥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然后我们扬长而去。耶、yeah, ，非常完美，准备行动。飞帅府，站住！呀呀呀呀呀！哥，枸杞，枸杞，哦，蝴蝶，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朋友，他们是来送我的，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在信里都跟你说清楚了吗？你快走吧，再不走的话，不但你们活不了，还会连累我们一家子。蝴蝶，你别害怕，是不是他们逼你这么做的？没有人逼我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快走吧。蝴蝶，你站住！我们从小一起玩到大，虎生哥对你怎么样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今天我们冒死来抢亲，你居然这么对他！你还有脸带着他送你的镯子？你这么做对得起虎生哥吗？灵芝，灵芝，你别说了，这儿不安全，你快走，快走！虎生哥，你不明白吗？他已经不是小时代蝴蝶了，你。灵芝，躲！大帅，慢点啊！
镯子怎么在我手上？青春未尽有思意。